把我们整鸡放到模具里面，按平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打上我们的 UV 胶，用我们刀片把四周的胶刮平就可以了。然后使用固化灯固化，固化时间2分钟，时间我们设定10分钟，然后暂停键按下去，然后我们的一个转速调到最高。UV 灯固化好之后，把它放到模具里面，然后盖在上面，我们直接点启动。启动完之后，再把这个油上去，静等10分钟。拆一下防水胶。滴上我们的指纹油，先给它涂抹均匀，等待它挥发干之后，我们测试它的一个滴水程度。